真有你的许秀。 Showmaker 又一个逆天发明，新之钢纯柔瓦卡力，20分钟4000血300法强。众所周知， Showmaker 在众多职业选手中也算是一个科研人员了，经常在不同的版本中发现不同的黑科技玩法。比如至宝游戏 Showmaker 加入了钢门，因为阿卡丽本身的技能基础伤害确实比较高，再加上大招和额外的斩杀效果，因此即便是一身纯肉，许秀在九级的时候依然能完成单杀。而在出了新之钢之后，许秀就正式迎来强势期。比如这波小龙团战，许秀阿卡丽集3500点血，配合上阿卡丽 W 侠阵，容错率直接拉到最满，并且在点满新之钢后一发 KOA 直接打对面一半血，将又肉又舒适这句话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波团战许秀一个人牵制三个人还全身而退，由此可见新之钢阿卡丽的强度确实不低。下面咱们就来说一下新之钢阿卡丽的出装和天赋。出装选择新之钢面具、金身、女妖和法穿杖，这样出装的阿卡丽血量高的同时双抗也很高，天赋点出征服者、凯旋、韧性和坚毅不倒。副系选择猛然冲击和终极猎人。那么各位看木老爷，你觉得新之钢阿卡丽这个玩法如何呢？